感觉今天现在这个状况，就感觉好像我们要去开幕仪式，有没有？对，就然后下去就是会有一大堆记者媒体，然后有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，然后有金剪刀，对，戴个白手套，然后剪，很盛大的开幕。我们该不会去庙口开店吗？九份，庙口开店应该会很好。我希望是海边的餐酒。餐酒海边餐酒馆很不错，很不错。我刚刚想的是按摩店，因为他叫我们把指甲修干净。因为北边空气湿，所以关节炎什么的比较严重，比较容易。对，就关掉拔罐。对，国术馆是不是？但元浩，我觉得我希望是可以开像居酒。居酒，因为是说如果往海边方向走的话，其实很多的食材应该都会跟海鲜有关系。走这一条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？暖暖，哎呦，又完蛋了。九份，那个金山往万里走哦，这是海边，切过来了哦，那就是海边哦。哇，现在那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有一股不祥的感觉，很惨。我们该不会是要去拯救要倒的店？因为那个地方又潮湿，然后海水的那个盐分又很多。你看这种咖啡店到现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这种惨况，就倒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随便乱讲别人的店，就歪掉。等一下我们就是直接开进去。完蛋了，九份，那个金山往万里走哦，这是海边，切过来了哦，那就是海边哦。哇，现在那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有一股不祥的感觉，很惨，因为那个地方又潮湿，海水盐分又很多。你看这种咖啡店到现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这种惨况，就倒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随便乱讲别人的店，就歪掉。等一下我们就是直接开进去。庙，这是庙吗？太庙了，吓一跳哎！又不去那里。这边下去是海巡署嘞。你看到第三间庙，你就看到那个徐怀钰在里面。庙，好嘞。这边下去，唯一就是海巡。庙，不错不错。完了！机器部署在这里哦。完了，我们要在港口过一阵子。完了。有机器吗？我们要下去了，是不是？要下车了。什么？剪彩？哪里有彩啊？有。哪里有彩？那边。非渔民工作车辆，请勿进入。我们要当渔民，是不是？渔民吗？不会吧？那可以不要跨入吗？这边有电吗？那看不起来不像一个电哎。这个剪彩会不会有点太凄凉？我们是要捕鱼，是不是？我该不会那上面那是我们要做的线吧？好像是这个门呢。对啊，这个门很酷哎。欢迎来到营业吧场所，请自行戴上白手套。通常不是有人会帮我们开吗？很烂哎！来，自己戴白手套，然后进行剪彩，这什么鬼啊？现在怎么样？就直接剪了，然后就走了。好，等一下记者大哥。好狼狈的剪彩！来，三二一，闪高一点，不要挡脸哦。就只有一台而已。哪有记者啊？你知道在东北季风之下做这种事情很凄凉哎。好，来三二一，真的没有什么心情哦。对啊，没。看看火要上来了。我处理情绪就是我会深呼吸。